今天是第一次来看音乐会吗？是第二次，很多次了，忘了好几次。最喜欢里面的角色有谁？我喜欢咪咪老鼓那一段。咪咪，今天咪咪哪一段好笑？都好笑，他在打那个空气那一个。那、你最喜欢哆瑞咪的谁？不知道。咪咪吧，他还这样。今天你有在舞台上面看到什么乐器？鼓，还有木琴。我喜欢鼓、木琴、爵士鼓，都喜欢。那你今天觉得好玩吗？嗯。开心吗？好玩。好玩，我们算是第一次现场看，觉得小朋友反应不错，每一年都有新的惊喜，带给小朋友很多新的不同的东西，认识很多不同的乐器，然后了解音乐怎么组成的。今年的笑点真的非常多，大人哦就是拍手笑出来的地方非常有巧思，我觉得每年的创意都源源不绝，很棒。就连大人每次看都可以学到很多音乐知识，就不只是来听很棒的音乐，然后音乐知识也都学了很多。豆角宝宝，你们见，拜拜。豆角宝宝，明天见。